警方上门攻坚，持破坏器材打开住家门锁，直冲其他楼层，竟发现现场宛如大麻农场。几百株大麻植株就放在屋内。原来张姓嫌犯和两名同伙当起自耕农，在透天厝种植大麻，在对外贩售。警方当场查获黑市价值超过1亿元的大麻毒品。查获大麻植株413株，那这批大麻市值近1亿元，流入市面造成非常大的危害。根据了解，28岁的张姓嫌犯在美国旧金山就读医疗附件相关科系，祖父和父亲在花莲开药局诊所，但嫌犯兄弟却不学好，先前哥哥才因制造安非他命入狱服刑。没想到张姓嫌犯留美回国后，有样学样，竟在老家闲置的透天厝自行种植大麻，贩售土地。嫌犯被逮后，工程师上网研究大麻种植方式，网购大麻种子等，从去年开始当起大麻自耕农。警方逮捕3名嫌犯，也将持续追查有没有毒品已经流入市面。记者叶维林、张贝兹采访报道。来科普一下，这个水神呢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，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